原标题，三座广东小村庄，先后触发中国近代史的三大激励影视剧，走向共和剧照历史时有奇绝之势。以一时人物地脉来论，十九世纪后五十年，广州为坐标，南北上下各数十公里，如此窄短的地带，竟此地出现了三位耸动喧哗，以致将它彻底改变了的人物。一位乃康有为氏，史称康南海，所谓南海，遍及大清广州府南海县，其地紧邻广州城西南角。秦代已以南海为名，后或郡或县，降至当代。1992年由县改市，又十年撤市改区，便是今之佛山市南海区。这康有为乃南海县丹灶苏村人，光绪21年1895在京师发动公车上书，劝授德宗信用着手戊戌变法，百日而败，著民国以保皇党领袖立足政治，直至谢世。康有为又一位姓孙慧文，号以仙，后来化名朱山桥，不料这化名流传更广，久之世人显称本名，都习惯叫他孙中山。孙文的出生地翠亨村，在今中山市，原名香山县。康有为以地妄称康南海，孙文反令故乡因之以名，足见地位重隆更胜一筹。至于原因，那是妇孺皆知，他乃中华民国的创立者，被尊国父。孙中山遥想当日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主中国臣服的革命党、保皇党，也称孙党、康党两大政治势力，其首屈一指的巨擘，居然来自相距仅数十公里的对耳之地，岂不让人称奇？这且不说，还有一位天字号人物，也与康、孙氏近邻。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有广州北站，来广州的旅客可能在此下车，亦或经停其